你这样好苍白哟、哦。因为我今天想说，随便就吹不进去，想说就随便拿一支，整体都有点浅。我看起来超像生病的、欸。你们要回来了，正常的涵涵回来了，口红的重要对吧？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 before after？ 有没有察觉到那个差别？对，涂口红。我跟你们说，我上礼拜在那个家政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看电影。然后大家有没有看过《告白》？《告白》这部电影，有吗？有人看过《告白》吗？日本的那个，有剪刀石头布，平手，有很好看。不要问，很有，可以涂口红，去到嘴唇都白。对啊，都是阿贵，看起来像小孩。谢谢码头的 love， 白色上衣不是哎、欸，刚刚是口红的问题。今天腮红也比较浅，对啊。重要的东西破碎，应该是，哎是破碎吗？嗨安娜姐姐，把喜加牛奶故事对，对那个告白，然后就在家政课的时候，老师放给大家听，然后我就。听到他有放那个，我就听到熟悉的前奏。有人知道他在里面放什么歌吗？我那时候有点嗨，因为我没有看过《告白》，我只有听过电影解说。然后我第一次看《告白》，然后我就是熟悉的前奏，是，对对对，就是那个，你们知道吧？你们知道里面是什么吗？什么放什么歌？对 ，River， 对，数字蓝，哦，对，数字蓝 ，River， 放告白。没有，他其实给我们选很多看电影，看我们要看什么。嗨，蓝平君，嗨嗨，把小孩丢进泳池的故事，没有，有没有跳起来？听到前奏没有？我那时候觉得说，怎么那么耳熟？因为我觉得这《告白》这个电影，然后怎么会突然就有放到那个 AKB 的歌？然后我就是前面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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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个拍手的声音，然后我就好耳熟哦，是什么？然后第二遍的时候，我差点就跟着跳起来，没有了，没有跟着跳起来。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好像有点熟悉哦，然后就满眼是血，啊！我没有尖叫了，我的内心是啊，加油！然后我就是一个很亢奋的状态，就是有一种。可是那时候是不是 River 那一首《告白》出那这一片出的时候，是不是 River 是最就是 River 刚出来是吗？举手我会，而且他还没有只放一下哎、欸，他放了很久哎、欸。嗨，爸爸，有跟同学说你会跳吗？我是没有啦，但是我就是心里整个很亢奋。吸管搓手呗，对，我刚刚搓了数字蓝，但我就整个很嗨，你们知道吗？很开心。嗨，欢迎再次嗨何恩，跳起来这堂课就看涵涵了，而且我觉得《告白》这一首，不是这一首，这一部这么沉重吗？谢谢 Akira 的星之冠，我看完我觉得很沉重，然后我觉得。这部这么沉重的电影，然后会放 River， 我就觉得超酷。他是不是那个主角吗？
是算主角吗？我不知道哎、欸，就是那两个小男孩的其中一个，他是不是是很喜欢 AKB 吗？我也不知道。谢和恩的告白气球，不然他怎么会放 River？ Hi Kate， 晚安小雨，在说什么？爸爸，你有看过告白吗？应该马上站起来跳。谢谢幻影战士的韩式花束，谢谢和恩的告白气球。你们看过告白吗？今天有事，好的。嗨，西欧库玛，你有看过告白吗？我现在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告白，就整个很嗨，你们知道吗？播一播 River， 没看过，赶快去看，很好看。告白吗？好，我讲不是啦。告白就是看蛮多遍，我上次只看一遍。对，我唱歌走错包厢是姐姐害的，讨厌鬼。单纯植入性行销。Hello 桑，你有看过告白吗？告白的日文是什么？告白。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有放 River 的关系，我又更喜欢这部电影了。我是不是很肤浅？好好笑、哦。Koku haku 什么意思？蛮爱看这种风，我也蛮喜欢，可是看完真的有点沉重哎、欸。这一部啦，我觉得我不知道其他的怎么样。喜欢一部电影可以有很多原因，告白。不是，是电影啦，告白。哦，告白，哦，是告白。Taro 有看过《Koku Haku》吗？这是一部 movies， 映画。Aga， 看得懂他要传达的内容吗？应该吧。嗨，表情符号，谢谢小薰的心心相印。就是，对啊，只想跟我告白。他有啥没有看过吗？我要夹一下睫毛，我的睫毛塌掉。谢谢 F 的告白气球，谢谢。嗨，心莹。嗨 ，Karen。我夹一下睫毛，是电影，对，那是电影，可以看看。今天会跳 River 咯，其实也没有，就是看那个看姐姐他们跳，就看着学。最近睫毛好容易塌掉。这算惊悚片吗？这是惊悚片吗？导演是阿康的朋友，真假的？为什么是阿康？我刚才反应不过来。我也可以跟你告白。看 Daisy 的 River， 未来某一天可能会吧。嗨北极星，嗨木婷，嗨桃花哥，嗨阿翔。卡奈尔想的告白，迪迦阿康、哦，你不要一直挖坑好不好？那是惊悚片哦，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那是惊悚片哎，我觉得还好。可是，我只是觉得，我觉得可怕是还好，就是看完有一点沉重而已。Beginner， 导演上节目，跟那个什么赏吗？惊悚片没错，竟然是惊悚片。哦，所以Taro你没有看过吗？是你很少看电影，还是这一部在台湾比较红？可是我觉得这一部电影的拍摄手法嘛，就是。的拍摄很厉害，觉得怕，心理层面的惊悚。
知道你们会很怕看血腥的画面吗？如果会的话，就还是先不要。但是如果不会的话，就看吧，很好看。现在我马上开始看，没有啦，可以等我直播完开始看。比较像推理类，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知道他做什么哎、欸。看过 Another， 可是 Another 不是真人版的、啊。我觉得看真人版的血腥又跟动画的血腥又不一样。像我之前看那个要听神明的话，我也是怕爆。我有看过要听，哎、欸，爸爸你怎么跟我讲一样的话？我觉得要听神明的话，那时候看真的是蛮可怕的。那时候是小六吗？我忘记了。他刚出来的时候，喜欢这个电影，我喜欢啊，我喜欢，我觉得就是蛮有深度的，而且他拍摄的手法我觉得很厉害，嗯，不是拍摄的手法，剪接吧，电影叙事的手法我觉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拍完就真的会觉得他拍得很厉害，他不是那种好懂的电影，就像我以前虽然看过那个告白的电影讲解，但是我那时候没看懂，可能是因为我跳着看那个电影讲解，也可能是就它就是很复杂，我后来自己看过一遍我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能是因为还是天才什么。嗨茄子，嗨北门蓝耳蓝，神明的话，我觉得很猎奇耶。手术影片不用，谢谢。欸、可是我以前好像看过剖腹产的影片，因为妈咪给我看。跟你的默契一定是啦、啊。要听神明的话真的蛮恶，前面那个很恶心，哦后面那个哦，等一下我想起来那个叫什么忘记了，花子什么那个名什么阿米不是阿米，对不起，花子什么东东的那个。木棍那个叫什么？晚上敢一个人看恐怖片吗？我觉得我是看类型的，如果血腥的那种我比较不会害怕，但是有鬼的那种我就比较害怕。最喜欢猎奇的东西的。嗨，游戏系的嗨，王子狗狗，你有看过《告白》吗？真的很猎奇。晚上好，这个我记得。不是，我也觉得。我对真人版的猎奇好像接受度没有这么高，因为我觉得有一点怕怕的。阿明打球，嗨水锤，杀戮都市是什么？没有，这我没看过，没看过也不会去看。会害怕吗？我觉得还好哎。午夜凶也没听过。嗨顺义，嗨思源，嗨变成新鲜柠檬，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枫叶，惊悚片不太爱看，但鬼片超爱看。其实我也蛮爱看鬼片，但是我看完自己就会很害怕。我会享受在当下的情绪，但是我看完我就会很害怕，所以我就先不要好了。可以猎奇，不能鬼。对啊，对，告白是那个日本的电影，你有看过吗？嗨，小皮。看咒怨哦，咒怨那个我都哦，可是我有看过那个日本整人大赏，有用那个咒怨的小男孩来整人。都市传说，都市传说好像还好。I don't know。嗨西西，杀戮都市很香。哎、欸，我跟你们说，我就小时候那个。国小的时候吧，然后奶奶就看一张照片，然后我就也看了，然后我后来就超怕的，因为奶奶他们忘记是跟他朋友好像去爬山，然后就在那个山是山就是山的，就是旁边是悬崖边拍照嘛，然后结果就多一个奶奶不认识的人，而且只有头。
杀戮都市是有蛮香的画面。什么叫做蛮香的画面？嗨年年，嗨季风亮。泰国鬼片真的猛，我有看过，有一点搞笑的那种鬼片，泰国的。为什么？你怎么知道这电影？这电影不是很红吗？鬼片不太看，猎奇。可是告白有一点猎奇。谢谢王子狗狗的蜂蜜柠檬水，嗨嗨嗨。鬼来电，鬼来电。我有看过一个日本的鬼来电、欸。好像也是童俊老师给我们看的，就是有那我不知道跟我心里想的那是不是一样，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情节，因为我有点忘记了。连体婴就不敢看鬼片，告白没有猎奇，但是还有一点血腥，不能说太多，不然还是我就会想象画面去看，探讨人性。鬼怪恶心就不看了，例如猛毒之类的。我也不知道猛毒在演什么，我只是觉得他长得很猎奇。谢谢切端的心之冠，只有头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啊，就是很可怕。断魂梯好像没有。嗨，阿龟。猛毒是英雄片，银眼没有啊。就用这个用很久，可能有两三个礼拜了吗？两三个礼拜，应该，差不多。上次 mini 控结束就换，猛读错评，贞子是从井里爬出来的吗？但是我对贞子的印象就是蓝色水玲珑，它常常会有跟水景有关的主题，但是小时候就蛮爱看的。猛毒是英雄片吗？所以猛毒是英雄还是猛毒是怪是反派？电视爬出，贞子我还好哎。就是说啊，等一下，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呼吁，一定要呼吁，这次握手会请大家自己制作一个小名牌，可以吗？因为我怕我浪费你们很多张卷在猜你们是谁，而且大家戴口罩，我真的会很脸盲。如果大家想要我猜的话，就是也是可以啦，但是如果不想要太浪费那个秒数在那个猜你是谁的情况的状况的话，大家请制作名牌，可以不用名牌吗？我真的是，不然你们带你们有你们特征的东西，像爸爸就穿八八一，然后阿贵就带那个天堂路，然后看看就戴帽之类的。天气热怕你们猜到爆气，会和杨杰一起进去的。我一定带名牌，你猜不出来我就太失败。没关系，我见多。你们真的不做的话是可以啦，但是你们要有心理准备。现在草莓讲的告白气球，如果你们只露出眼睛，我真的是有点困难。快点猜我是谁，爸爸。猛毒是反派英雄，我知道蓝色水银龙，还知道戏说台湾欸，小时候爱看。惊声尖叫，我有看过欸，我有看过一些，他说的是截取鬼片的片段，然后拍成搞笑的。扇子不能单去，小名牌啊，天堂路。名牌做好，大家都做好名牌。毕业证书，和你挂毕业证书干嘛？我穿八八一猫猫衣不用。I don't know。天堂路，阿贵带天堂路进来贵啊。我的胡子应该是会透出口罩外，没什么特征。
只能制作名牌了呢。会直接跟你说，哦，对耶，对耶，你们可以直接跟我说，哎，我都忘记了，会跟我自介。对啊，你们直接跟我说就好了。问号，其实也不用做名牌哈，要带护颈巾去对。不穿粉红猫体，为什么？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换新眼睛可以假装我是新犯。谢谢水锤的玫瑰，对，不是要戴戒指，可以戴戒指进来吗？贵则人就是爱贵很好人，对啊。我去握手会的话，应该就不会做名牌，会直接讲是谁。嗨，奇月 ，Kate 要跪着进来，这样就可以重复跟韩寒的第一次握手。新饭的是，哪是新饭啊？阿贵直接被指定了，对呀、啊，每次都认出我，还蛮有特征的，还蛮有的吧。我又不小心认出来，期末考没时间。星星，你这次可以戴口罩，你是不是很开心？一定是。阿明带志玲姐姐，阿明你要带志玲姐姐来哦。护颈很贵，还要赞助。你请大家帮你募捐，自由乐捐。你不清楚我。你们在喊来喊去，我很怕我讲话你们听不到，哎，怎么办？我讲话没有很大声，怎么办、啊？你不是要唱歌？花两张卷。对耶，好像是耶，没关系啦，就一起呀、啊。在天堂路会不会被 staff 拦住？还是你直接把天堂路就是粘在膝盖？戴口罩站了，很热耶，真的蛮热的，那个天气。虽然我还没看下礼拜六的气象，但是我大概能猜到很热，就是很热。哦，怕大家中暑，也怕我自己中暑。我这几天在学校上体育课都有点生不如死了。Where is my tissue? 会努力用眼神跟你交流，好像过比较慢。这种天气在外面上体育课根本酷刑。对，你看到这首我没有看呢、欸。这礼拜六啦，我讲错了。原来膝盖是什么酷刑？戴口罩还要唱歌，我听得到啊，大声一点。只好喝口饮料压压惊。还有平时看我不要吵架，当宅宅一个礼拜，为什么？你有你这礼拜在做什么？现在可以每天哦，很好哎，我还要很久才会放假，将近一个月到半个月。下礼拜终于可以看韩寒本人，对啊，这礼拜，这礼拜。谢谢 Akira 的猪猪你哦，谢谢。不要为了我争吵啊，大家。没有同学很无聊，
你们可以开视讯聊天之类的、啊，蛮聪明的吧？阿贵很凶，开场前说如果你都没看他就要，为什么是贬你 ？Why？ 社畜表示放假是什么？端午也没放吗？已经在放，大家都在放假，毕业生都废一个礼拜。嗯，像大声就会唱的，有差吗？唱大声会比较难听吗？你们看我新的指甲，其实又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我又做回了没有颜色的，因为还是发现这个这样看的最习惯。可是我手好像变黑了、欸，为什么？就是一个单色的，不行，我会一直见到你就提说什么时候要唱歌。明明还有我，我会被贬啊？为什么？你们是不是受到什么压力才屈服在阿贵之下？跟你们说，我今天才看到新上传的 MV， 算是 MV 吗？然后你们有听吗？就是新歌，虽然我听不懂日文，但我蛮想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歌词是什么意思。但是这首歌感觉很厉害，我今天早上在听，然后我就觉得很酷。那叫什么 ？Vlade i demo， 离的那个日文是什么？有歌词吗？有中文的歌词吗？我觉得这首歌很厉害，就是所有那个毕业的前辈，也没有所有啦，就是神七、不想我求婚，我哪有？我什么时候这样说了？不要听他们乱说，这样很漂亮吗？简单简单的，好看，谢谢。離れ離れていても離れて離れ離れていても離れ有人翻译了简单的美甲比较喜欢今天不是黑暗的 PTT 一直想错进不去，开场前三分钟都还在威胁。为什么阿贵叔叔这么派呀、啊？为什么他这么坏？刚说我不能戴戒指进去，可以啊，橡皮筋我也 OK。也很多人都叫我叔叔，因为我学他们讲话，换水偶像，嗨张敏丽。嗨龙龙，嗨苦味羊奶。
哦，我的眼睛好干哦。他不喜欢喊看过来，为什么？他怎么这样子，这么坏的吗？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哎。先点一下人工雷，可是好好浪费，每次都觉得好浪费。我要点我的那个美少女战士的眼药水。就知道我没去是因为那个叔叔了。不行，你还是不能牵拖，你还是要来。看起来超好喝，水果不是水果，是珍珠跟野果，珍波野，互相伤害。学我女儿千奇，你女儿是紫萱号。紫萱，还好我这次都没去。OK， 阿贵叔叔昨天怎样？公演完就开喝，真波也疼，因为我们点料多。眼睛明亮，我的刘海最近长得越来越奇怪了，我越来越受不了它了，还是就不要刘海了，不行啦，开玩笑。好像更进步了，要跟姐姐，我之前也有飞起来呀，只是很累了。我那里来的成人还有波霸队，背后好重各种剑，帮你拔出来。阿贵需要我，所以我没去。大家现在都牵拖阿贵。韩周五我们要关注，哎，西西不是要开那个 solo 控？学姐女神，姐女神吗？可是我没有，我不能没有办法像姐女神。我刚用什么？什么罪词啊，我没有办法像姐女神那么 sexy 吗？ I don't know， 就是 a little sexy maybe。 拍摄了空，然后庆祝会，这礼拜三刚好撞到直播，知道怎么做吗？阿贵看完乔祖看完就跟我说，心里就会抱着。我已经不想听阿贵狡辩，他每次都说他只是崇拜一家，但是我感觉不出来。这年纪还不到 sexy 的年纪，阿杰其实这个年纪也没有很 sexy 吧？我觉得是看人吧，有些人天生就很 sexy， 阿杰天生就很 sexy。学到了波霸，对波霸，珍珠波霸野果，有独特的魅力，真的吗？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看我，你要看我，不能看你女儿。坐侧边一家就一直在前面看我，那你也不能这样子，你的内心要坚定啊。国民妹妹，对，我是国民妹妹。看气质。雨林之坏坏的性感路线吗？
哇，我需要爆料，快告诉我。玲玲进步很多耶，好啦，我不会对这句话生气，因为她真的进步很多。周五的卢卡好像哦，这次迷你控玩好多修场，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回复关于女儿这类的话题，我知道你的内心是坚定的吧。玲玲跟海兰童年是，但是她好像有一种猫咪的性感。嗯，可是我每次都会觉得她比我小很多，然后明明同年纪，但是我又觉得她比我小很多。我觉得她比妮妮小，还是因为妮妮太成熟的感觉。我一直觉得有一种她比妮妮还要小的感觉。周六草组的安可引言，西西吗？西西长大了，真的假的？是西西，西西长大了啦。西西长大了，橘组的狮子座是坚定的啊。周六没有去，喵，这跟涵涵无关吧？什么？哦哦，长大，我没有想要成为 sexy 的 member， 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走可爱，但是。吊丝的路线，可爱的吊丝可以吧？有点 Miyuki 前辈的感觉。嗨咪，我家有女猪掌声，跟姐姐说一样的话。姐姐说什么？姐姐说什么？我妈妈，真的假的？姐姐说什么？因为阿贵的花之情缘，姐姐怎么说？太装装，可爱吊饰可以，懂了，加油，爱丽卡多。真假例子完全跟我说的一样是吗？看见你吧，拜托喊不要成为迷路鸡。为什么不要成为迷路鸡？栗子性感吗？我觉得栗子没有性感啊。栗子应该是，他是走谁的路线？游刺网也是，游刺网也是吊丝吧？姐妹默契。一直也是受兴趣长大，真假的，好好笑哦！为什么要当小恶魔很辛苦的？真的吗？我也可以像，那我也可以当复白小恶魔。好吧，我没有办法复白，我就腹黑，你也腹黑，我们都腹黑，阿雪也腹黑。没事，TP 的成员很少有性感角色，姐女神、麻油、咪雷咪，还有，应该还有，玲玲对不对？她说她想走性感路线，还有谁？她有说饭类什么的，你们是说好腻？当当当，傅磊说的是天气而已，有腹黑吗？还好吧，知道白天，
骨子里很有少女跟小性感气质。林杰跟性感，林杰，好吧，她是有一种女神的那种，就是，可是她跳起舞来就是会有一种性感的感觉，可能是头发吧，女神气场吧，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霸气的感觉。私语七七也可以。阿姐妈祖，为什么是妈祖？林杰在外表是高冷的，阿雪是纯真无邪，不是？她看起来很单纯，没有。阿雪，你很单纯吗？没有，她说没有。她说没有。女神那所以是妈祖哦，是这样子这么简单吗？是表情的关心，阿雪比较接近，要不想是气质比较接近，还是那个？我觉得长得接近而已，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吧。阿贝想是表演的时候性感，然后。平常有点呆萌吗？就是可爱可爱的感觉。杰女神是偶尔可爱可爱，但是基本上是女王的感觉。那个形容词到底什么？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形容词可以形容，但是我一直忘记。开口就直接把性感变掉，林杰跟性感差很远。花月对戏演出间我可以看，可以吧？如果那应该是暑假。到底要唱什么歌？你看你想唱什么歌，我都可以接受。感受到海的腹黑，迷路的握手教室有吗？他不想完全转型的时间，我有看过以前，就是刚出道的时候，哎，是算刚出道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找的是不是刚出来，但是就是蛮久以前的影片，有喊哭的冲动。这一首吗？林杰是反差萌，这还蛮有反差萌。今天阿布想各种黑历史挖起来，这样说了差两只老虎，你这样对得起你自己吗？今天看到各种不同的阿贝桑，所以有人是就是没有看过阿贝桑以前，是不是？为什么大家的声音都那么可爱？偷跳，可以对得起自己。对不对得起韩寒？对不对得起韩寒？昨天有买 Daisy 哦，说到资料夹吗？大家有买吗 ？Daisy 的资料夹有看到我吗？这个我在队长的上面，不觉得还蛮香的吗？来认真研究一下。嗯，也蛮香的，而且我们这一组只有两个人没有刘海，其他都是刘海帮，全部都是刘海。全部都是
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资料夹的头发是那个哎、欸，是旁分哎、欸。对，玲玲跟默默没有。哎、欸，你真的香。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是不是练口上？但是涵涵都想，那句句很屌，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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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六年前跟阿布常握手时，他是完全很酷，话很少的表情，话很少的表情。我是有看过他扮那个，燕尾服，穿燕尾服的那个，没还没机会拿来当麦克风耶。什么？为什么是当麦克风？想看海岸跳啾啾啾跟天使的尾巴，下次有机会吧。因为那曲印象深刻，反而是远距离海报。而且西西都没有打我的 report， 都一直打超主的，真难过。亲自示范资料夹的用法，麦克风是不是？他还有示范蓝白托是什么用法，在口上。自动太近 Yuna， 可是 Only Today 也可以喊。嗨，北原神拓一。麦克风。占啾啾啾的 C 位超合，真的吗？你们喜欢吗？我有打，是你自己没看？有吗？你有打吗？西西是我们超组的人。结果好像下次跳 confusion， 你们会想看吗？女朋友可以晚一点交吗？和你在忙什么？你不是，好吧，没关系，你慢慢忙，记得要打就好。咪咪，阿姨的，我不在你们常喊，你可以轮流喊。女朋友都是当天等的，那你可以再播一次吗？怎么办？跳什么都想看，这么会讲话，这么会讲话。现场弟子姐姐很棒，要先练腹肌，可以吧？很快就练出来了吧？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很坚持。安安的肚肚，我没有露过肚肚。七七女朋友吃饭的时候打，感觉超边缘。好笑，我不会在你们长海。哎、欸，我讲过，我念过了。期待肚肚，那集的肚肚也很香。哎、欸，这是什么奇怪发言？应该没有腹肌，我练一练就有了吧？嗨，健健。谢谢副委的男生缘吧。肚肚香，我要吃糖，我买的，前天买的糖，因为这个糖果很贵，所以我那么多要50啊，是你的吗？我都买两个，是我的，嗯，他原本说两个都要给我，啊，真的假的？那给你喝啊，我其实没有抢，因为我今天有买，没有你喝。我今天有买。哦哦，我好像没有带我的糖糖来。我的精神粮食呢？哦，有喂，这个，超贵的糖。我前几天买的，这个真的爆炸好吃的，而且它可以吃很久。真的爆炸贵的。好，这样好，谢谢。它水果味道真的很重，你姐都买很贵的糖
好吃啊。贵啊。便宜的。对，什么对？没肉不围肚，不是围肚。那集昨天的考试选项，你怎么知道？哦，你有看。自己没看到，就是我没有打母汤哦。我很抱歉啦。比较怕那件短裙，腿太胖了。什么时候爸爸突然说到头贴？敲碗是要小弟，还是要小弟妹呢？这样感觉里面最突兀的就是我哎、欸。还喝饮料？对呀、啊，你变成金刚妹。嗨，杰星 ，Hello。哎、欸，大家跟你说嗨，栗子。嗨。你的糖糖在哪里？在这里。不要，我不要栗子当我的精神粮食。看了啥哭了？刚出去进来，我不想知道你的头贴。你有 Mina 跟你一起涂雾。看看运动的部位哦，不要接广告。感觉里面最正常，你确定你可以这样讲话？里面最正明就是小迪。把 report 打出来，不会发文。在恋爱笔记本上。上了，好像上了。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看累计。是累计吗？我的刀片都收起来了，七点的时候就上了，是不是？咀嚼肌，听说很强。我上次看那个预告就很期待。嗨一波，嗨！哎，有了有了，等一下，让我给我三分半欣赏它。我刚以为前面是暗黑大地。来了，让我看一下，给我三分钟。累积哦，没有，我以为累积要出来。等一下哦，这个有一点太幸福了。大家跟你一起看，握手会也甩一下。林一可爱，而且第一次看那集穿那个，穿啦啦队的衣服。去，走，出发。
辑很香哎、欸。我好像懂你们是为什么不能说加油了。好笑！我看到那个 wink 了。这个很好笑。哎，玉信你在干嘛？不要突然跳舞啦！我最喜欢吃韩式料理了，谢谢这种大。幽默，我喜欢。好了，没了。下一集，敲碗。下一集，我要下一集。我觉得那集好好笑，有够可爱的。不要太期待，我觉得蛮好玩，我觉得很好笑啊。是。超好笑的那种，这个有幽默到哎、欸，嗨李维，我快笑坏了，改天找你们去演，这段可以剪进来。我刚刚是不是笑得很猖狂，笑得很没良心？对不起，车也快没有，明天来去加油。一直笑声，内训女友。搞笑短片，这是搞笑，这不是搞笑剧吗？等等下播再来看，以后不然跟林一说加油。可是我想被林一的马尾打。没事，跟他说加油。现在来看，等我下播啦。去演绝代跪天堂路，那我就不是妹戏，我就是姐戏。去跪天堂路，母汤夫妻，你母汤什么母汤？哦，我想被林依的，我想被林依的马尾打，香是恶魔戏。自己绑马尾甩自己，以前可以，但现在不行。现在头发有一点短，以前头发很长的话就可以。谢谢七二七七二的 love， 谢谢。九个十个 love， 要改当恶魔女友，攻击性马尾，双马尾吗？这么坏，好像也没叫我跪，你也要跪一下。妹戏也可以叫你去跪天堂路，你有阿贵。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哎，它有这种灯，它竟然有这种黄色的灯。我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眼睛这么痛了，因为我灯太亮。现在舒服多了，还好我不用跪，看大家跪就好。为什么会要甩一下各位吗？那我还要绑马尾。跪是阿贵的权利，我不用跪，你也可以跪啊，你可以变成无限。就是跪下，就是巴巴倒下来就变无限。场外看大家跪一波，发型决定了。我说其实还在想，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发型。你们觉得要什么发型？你各位敢浪上面有小哥，那你们要跟我说加油就唱，好看，我好想再看一次哦，再看一次好了。我想要重播甩双马尾的部分。我觉得这真的很搞笑。好，我要再转到后面的，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丽姐的脖子要断掉了，高双马尾。涵涵摇头，好好讲话哦。看看涵涵的双马，可是他了会来吗？辫子公主头加卷卷双马尾，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成员拍《零一加油》系列的影片了，要不要绑头发？对耶，还是我把头发绑起来。恋爱比剧本，为什么会不要中暑？好，你们也不要中暑。我有点怕热天，但是可以见到大家，我还是很开心。但是大家不要中暑，中暑就。我就不能见到你了，不要再提了，我不想。我的刘海，高单马尾，单高马尾是神的造型。为什么会请涵涵用双马尾甩我？这是什么问题发言？谢谢细细的心之怪，蝴蝶圈涵涵，可是很热的感觉，不能来。渡边马尾那种，就是蝴蝶圈。我不想提到有头涵涵，我不行。怎么办？我要带行动式冷气好。谢谢喵喵的心之冠，谢谢。我最近很喜欢那个你要的爱，大家有听过吧？但是我第一次听这一首是听那个163唱的，就是我之前推荐给你们的那个。
那个吉他手，也不是自弹自唱的，一个很可爱的女生。这么热，为什么突然没有留言？是我卡了吗？哦，跑出来了。谢谢开心的花枝精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风扇帮忙，我会比较亮，还是我自己夹风扇，不然你中暑可以，我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中暑。西游面子对刘海好像没什么用。独占就是饭店，诶，我怎么看着独占？就在会场附近，比较担心第二天就退房了。为什么？妈有36单那个造型才是巅峰。西游面子，为什么是西游面子？刘海也会崩。我再想一下有什么对策不要崩刘海。会跟 Miniko 一样没有刘海，是流很多汗吧？我想大热天要戴这个，戴着造型，你们该不要戴蓬蓬那个爆炸头吧？不知道在厨房工作会不会比较耐热，太寒就会美晕了。为什么那个吉井明久每次都跟 Taro 上就是用日文聊天，我都看不懂。谢谢西西的星星小影，韩寒发型都好可爱，阿里嘎多。不是爆炸头，但也差不多。第二天握手完就要赶回台南。风扇没有太大作用，只有没那么闷。嗯，但是有风扇有比有，哎，有比没有好。大家还是要防暑。有没有用过那个凉凉巾吗？就是加水它就会凉凉的毛巾。苹果头是不是要放头发？每次迷你控完，我也是立刻赶回台南，每次都这么辛苦。嗯，我有听你说过，觉得西西刚刚乱跑，西西去哪？西西去看谁？长大的西西不要乱跑，好不好？嗨，明天。我现在眼睛超雾的，我是不是青光眼？没有了，我眼睛超雾的，我根本就看不到。还是这样。请太郎推荐韩寒握手会发型。把灯关掉，闭一下，睡觉。应该是以前已经戴太久，每天都要上班。每天，哦，隔天都要上班。手提冷气机，什么你们我，这礼拜都这样。其实很常会雾雾的，但是今天雾到我都差点看不到了，很雾哎，是眼睛的问题还是银眼的问题？我才没戴多久哎。我们来听163的版本。啊，我没猜到，眼睛问题吧，过于疲劳。嗯，鹰眼不行，眼睛寒，该下来没关系。谢谢
开心的剪刀眼的关系，可能是我太常用眼了吗？我不知道。看近看远，电有吗？可以吗？电。想看眼镜寒，穿裙子以外，啊，被卡掉了。敲完眼镜寒。谢谢 Akira 的枫叶，快到班队。谢谢阿贵的蜡，眼睛很漂亮。没有，我没有在玩眼睛啊，不要拿眼睛开玩笑。还有。不是，谢谢阿 K 来分享。花时间去看一下医生，我不知道，我很常去，之前去都是说那个，就是有时候就是龈炎待太久，然后结膜炎，快点，真的可以休息。你换眼镜，我就拍视频给你看。不要，不能吵架。嗨，安娜姐姐。我可以点眼药水，就是之前去看医生，然后的那个眼睛干的眼药水。下次握手会就怎样？嗨，911，嗨，欢迎战士。谢谢九单的心心相印。眼睛过于疲劳，我觉得是应该是眼睛过于疲劳。怎样可以舒缓它？下次你的全球皮，认真的吗？早点睡，是睡眠不足吗？好好看，是夜猫吧？算是吗？我晚上滑手机都会开灯，是姐姐不会开灯。我有开。她之前都不会开，她现在会开。我玩手机一个坚持一定要开灯。滑错出去，眼睛怎么？眼睛雾雾的。不要太用力，没有我没有揉，我是按。眼周吗？就是，那是暗。我认真，还是你要我穿裙子跟很紧？不要啦。对，因为安娜姐姐都不来看我，所以哭到眼睛雾雾的。尽量护眼模式。有护眼模式吗？要爆料。下班热敷可以吗？热敷。可是我换眼镜就会好。大概还很见面了。安娜姐姐这次要穿什么？把手机挡光，那可以关掉。那为什么平常都不就关掉？都关掉了。否决我哪有否决你？我是怕你勉强自己穿裙子，不喜欢就不要穿，没有关系。
我不想勉强你穿裙子。谢谢奈奈的 kiss 啾啾，害真人久了会增加，我知道会增加白内障几率，随便穿，好吧，对，安娜姐姐随便穿都很好看。那早葵姐姐，早葵姐姐很久没来了，厉害，晚上好，正正人。戴反不会是戴反，戴反哦，反蓝光镜。我以前的眼镜有配过反蓝光，但是就蓝蓝的就有点烦，不是蓝蓝绿绿的。隐形眼镜有吗？我就是用那个啊，可是那个我现在也比较少点，我都点人工泪。换眼镜也没剩多久的时间了，我还要出去拿那个，我正要出去拿那个眼镜跟隐形眼镜的盒子。白天蓝光开的正常，因为是白天。哦，是这样吗？一直都关掉的话，不是就对眼睛比较健康？白天蓝光开着。我们讲过了，那讲要重出江湖，不要戴这个眼了。可是我真的没有戴多久哎，我现在配的抗蓝光不会绿绿的比较贵，可是我很少戴眼镜了。现在卡了吗？现在还有卡吗？现在好了，现在很顺。你觉得他很可爱，我都放他的歌，我都不能控制自己不看荧幕。有跳过，我还没有跳过远距离。嗨，张徐秋，下次要戴眼镜不戴隐形？我现在好了一点哎，我现在没有很雾，我现在不会雾雾的，突然好了一点，酷！为什么？怎么那么突然？不要省银眼的钱来跟妈咪说叫她买新的给你，可是没有啦，其实我还有银眼，卡得很可爱吗？穿远距离的海报很适合，嗯，那也要看哪一套吧。我是月抛，对，看到可爱的成员不能控制自己不看，例如我吗？会员卡纸笔开到我。要好好保存，裱框起来。借口话。嗯，谢谢你帮我解套。我不想戴眼镜，我眼睛就变很小了。谢谢爱神追踪，先把灯关掉。跟刚刚一样。我最近可能用眼过度。明明穿哪一套？明明不是都穿一样的吗？这次的券加起来好像才19，为什么？你想开到韩寒，周围好多人都开到韩寒跟小弟会。那7247你是开到谁的？眼睛再小也有两个大，没有，我眼睛很小，只是我假装很大。假装眼睛很大，其实没有很大。
不要截图，你哪加起来五十张真假的？眼睛不好，眼睛会更小。西西被你拉走，对呀、啊。开到羽喵的，剩下的还没来。不要换头，请模仿，这次是找葵姐姐。找葵姐姐都怎么笑这样？大葵姐姐是这样笑吗？小葵姐姐也没有打 Daisy 厂的 report。嗨，明天模仿小葵样子，这是真的不骗你。嗯，我想补回来，但我买不到 CD， 好吧。下次补回来。嗨，叮当鼠，来，我现在来先来念吧，可以吗？来喽，今天的第一名是阿 Kia， 谢谢阿 Kia， 谢谢。第二名是欢迎战士，谢谢欢迎战士。谢谢。第三名是 F， 谢谢 F， 谢谢。第四名是阿贵，谢谢阿贵，谢谢。第五名是妞妞，谢谢妞妞，谢谢。第六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谢谢。第七名是呵呵，破音了，谢谢何恩，谢谢。第八名是王子狗狗，谢谢王子狗狗。第九名是开心，谢谢开心，谢谢。第十名是西西，谢谢西西。第十一名是企鹅是企鹅，谢谢企鹅是企鹅。第十二名是，十二名是虾虾，谢谢虾虾，泥巴虾。第十三名是九蛋，谢谢九蛋，谢谢。第十四名是奶奶，谢谢奶奶，谢谢。第十五名是小勋，谢谢小勋，谢谢。好的，嗯，一直破音，我每次吃糖都会破音。恶作剧哦，再听一次。其实我刚就是，刚有点就是觉得这首歌有点熟悉，我不知道它叫做恶作剧，但是好像有听过，不是很好听。甩锅给糖果，对。女朋友放精选，好的。周六见，周六见。知道我的卷就不会说我变心了，真的吗？记得大家可以点个六板斧之类的。唱儿歌系列不要，不行。No no no。还很甜呢、欸。再重来一次。大家不知道的话，这边会印菜单。我记得之前也有印菜单，不是吗？明明说我唱什么都好，但是。儿歌的话，你很耀眼，我才发现你很耀眼。我两个都喜欢，真的吗？谢谢安娜姐姐。那我们就礼拜六见，礼拜六跟礼拜天见。
很甜的，但是差你一点点。很会讲话，那唱这一首，这一首很可爱。礼拜三还有直播，对，礼拜三还有直播，后天见。两天都要去看韩寒，好的。还有礼拜三，那要工作可以挂听。韩寒鼻子直接失控，是不是因为韩寒太可爱？对不起，有一天又见，周三直播见，大家拜拜。拜拜。礼拜三见，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见。马蛋呢？马蛋呢？马蛋呢？拜拜。眼睛好，休息，收到。